在这成田的机场，不是出发，而是被拒绝到这里来，度过了92天非常艰难的生活，应该在92天，我要得到全世界民众跟所有的媒体对我的关心和支持，所以在此我表示感谢。 我们今天是为了迎接正义勇士焚政府而来的。很多。那你们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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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
安迪开始计时，嗯，零特别。哎，他就是他刚刚和大家失去联系，他的手机，他的手机开了之后又关掉了，开完之后又关掉了，所以现在大家和他失去了联系。应该不是每天。